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是10月9号星期二。夜晚就差不多夜晚了，6:04，现在企在北角这里，入面有间铺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新世界收购买了。企在这个渣华道同埋呢一個嘅叫做電廠街交界呢度，咁我同你轉個圈，對面呢個就係城市花園。城市花園呢度對面咧有啲鋪賣咗，咁咪收購㗎啦。如果你係業主，有啲鋪你想賣出嚟嘅話咧，你可以揾我，咁我會出個價俾你。咁之後咧喺市場上，日後如果賣出去賺到錢，我會分翻四成錢俾你。咁你可以直接 call 我嘅，咁啊9036143 WhatsApp 我或者公司啊。好，再嚟，咁我哋嚟緊10月11號，我哋有記者會會推大肆推呢個業主嘅商鋪嘅合作計劃，咁目的都希望增值呢間鋪。而家帶你去前面睇呢間鋪。咁就係講緊呢個位置就係呢筆係堅噶啦，都成交咗噶啦，呢度睇到。咁就講緊咧個出俾你睇些資料先啦，我揾翻呢度。一路行過去嘅時候咧，就前面呢個嘅寵物店。寵物店呢度咧就賣咗2900萬，但係呢個係收購元素噶啦。因為都係應該新世界嗰邊收咗，入邊同啲人傾開偈嘅時候都話，一路收購緊，一路收購緊呢間鋪頭。咁你睇睇個圖蹟啊，所有資料喺度噶啦。呢一間鋪頭咧就賣咗2900萬，咁係講緊啊2018年9月份嘅事啦。2900萬，咁啊個 area net area 就346尺嘅啫。睇到呢個門闊就大概我諗11-12尺到啦。咁啊深嘅時候你望到入邊噶啦，咁望一眼入去，深可能大概30尺到啦，30尺松啲35尺啦。好，再過嚟呢邊，呢度一間啦。咁啊再嚟嗰間就2900萬，呢一間就係賣咗都有食賣咗嘅，就500萬。就500萬呢一個嘅就係呢個69號鋪，嗰間66號鋪，呢一間咧就係69號鋪。咁你望下呢個位，總之英皇道呢度寫個牌就係渣華道6號 D 鋪啦，但係就睇翻個圖蹟就係呢個位嚟噶啦。咁你睇個圖蹟嘅話咧，就細細個咯，鋪頭仔咯，都框住咗同埋寫住咗個字眼，我框住咗呢個位，你睇到噶啦，細細間。咁啊呢個位500萬，細細個，咁啊黐住個 transformer 嘅 room 嘅。咁啊另外嗰間嘅時候知道大間好多，咁但係目的都係收購啦，唔識講到市價。唔識講，因為呢間咧，你睇落去咧，其實大決係籤咗出嚟嘅，真真正正間鋪咧係咁細間，真係合法嘅啦。咁呢一決咧，全部都係籤咗一半有多出嚟嘅，算唔好睇。有時睇鋪咧，你要搞清楚邊決籤，邊決唔係籤。咁啊，呢度咧有個唔好就欄杆。咁啊，但係人流 OK 嘅，不過人流咧，因為我嘅車經過10000次，我都冇行過呢度，因為都係冇外來人咯，就嚟嚟去嗰啲流水客咯，所以呢啲位好難留到人嘅。咁啊但係就 anyway， 因為重建啦、清拆咁冇有關。影影呢間鋪啦，影下樓上好嘛？我遠啲俾你影樓上，我嚟影俾你睇睇。咁咧就係得個支持咧，呢個位咧就成交咗啦。咁新世界呢一橛嘅時候咧，你要知道呢個係咁收緊啊，呢個咩皇都戲院啊大廈嘅時候啦，咁一路係咁收落去身。即係嗰陣時嗰度有間嘅涼茶鋪嘅時候，我都報道過就賣咗3500多萬定400多萬，咁啊都完全都因為收購完租啦。見到啦，各位買家啦，咁啊叫做等買鋪都係等收購嘅啫。咁有俾佢等到嘅時候，到都夠錢，都係個好事嚟嘅。總之如果你係業主，有間鋪你想賣出嚟嘅時候，隨時 call 咁我同你 work out 一個 plan 業主合作嘅計劃嘅時候咧，希望同呢間鋪增值嘅時候咧，同埋大家雙贏啫。希望多謝。